五万九千九，还加能量水，还加能量水。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，好了，刚刚发生熟女的事情啦，陈心怡，对不起。以我认识的谢颖轩，现在应该在撞墙。